这地主是真不太会玩，我觉得。这地主他不炸其实也行，你知道吗？来把牙锁。吾之荣耀，离别已久。我搓，我再搓。A 阶中风。往回走呀，不走位，铁铠冥魂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这铁铠冥魂怎么玩的了。走不走位？嗯，不走位是吧？不走位是吧？插个眼儿的。戳一下。再戳。中风。不就是个螳螂吗？我满血，他还能一直来呀？这铁男好猥琐呀！哎呦，这两个刀确实补的挺难受的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，我的这个 W 技能能不能挡铁男的大招？中风不能挡，那到底能不能？他这抬手我不能挡吗？那 E 能不能挡啊？ E 他妈也挡不了啊。那没有能挡的东西啊，这人是怎么的？塔下防护者吗？塔下防御者。我43刀呢，23刀。哎呀，行。还把 W 给用了，这边他敢上来，我们杀他啊！直接一小兵戳一下，套点盐，平 A 走位，一出耳链，平 A 中风接大招。为什么他升了？哎呀我操了，我都醉了，真的，这人运气也太好了吧。啊，
那小兵正好死一个，剩六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这不是被骗了，这就是运气好生了，这根本就跟被骗都不搭嘎。他绝对是瞎猫碰死耗子。你说这人连塔都不出，他能算到那个技能能那啥吗？我们直接出智慧默印啊。智慧默印，他不反甲吗？我智慧默印。漂干哈呀？这啥意思啊？不行啊，好像我的血就只够他一个点炎，勾着我应该就死，不太好办呢。哟，谁家小黄毛？谁人放的大招？哎呦我天哪，螳螂还来了呀！这波应该能杀，没事。拜拜。你那亚索打这玩意儿，没就只能拉扯，你知道吧？他就只能跑，硬打肯定是打不过这铁男，除非俺们是智慧默认了。直接从下边走，拜拜。溜了，再见。追吧，哎，对，就追。我们直接看见泽拉斯，拜拜。哎，还骗了个点炎，挺好的。
我们不上啊。中风。呀，居然螳螂死了啊。回家智慧默认了。就可劲儿出攻速吧。哎呀，吃了我两层塔皮，挺烦人呐。这波其实我有点小亏了，我都不应该跟他们走，你知道吗？咱也不知道直接出反甲的铁男有什么用。我们的 Q 已经非常的快了啊，这攻速 1.39 已经很够用了。不管他，我们就打个红的，他不给我打就拉倒，我也不着急。虽然我是110，咦，红呢？奇怪了。我就不去了啊，算了，去吧。中风，一个人头肯定是比这波冰箱的啊！我这人头给他收了，我210了。他把技能全放了，啥呀？哎。想杀我，小伙子。差点没打过。那亚索跟铁男在那个虚空里边打，能打过吗？那肯定打不过呀。那我们没有小兵啊，而且他出的一身这右装出个反甲，这属于扛特，你知道吧？这属于英雄扛特。就杀的铁男，没事，就杀的铁男，奶妈来了就算了。奶妈来了咱就不追了啊，这奶妈加血可挺烦人的。打个 F6 去，再打个红刷起来。进这种英雄要红其实是没用的，我们家谁比较适合这红 buff 呢？只有我。哎呀哈，
能杀了吧？杀不了算了。身为一个亚索就得刷起来，只要我们刷的多，哎，我们就起得来。这杰又变成马赛克了。变成一个刷子。小龙多少秒？这有红吗？红给拿走了。面对疾风吧。走回家收装备，直接无尽吧。要我说这波3400块钱不出无尽，那能行吗？直接无尽吧这波。无尽绿叉皮孩加春哥，或者是那个死亡之舞。他还真打不过那寡妇。还跳弹呢，往哪跳 ？ADC 让我人头 ，ADC 下波红 buff 绝对给你，放心，这波兵你都收了，我一个不要，收一个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。我这个人一向都是这个样子。嗯，这眼儿你排不掉了，小龙。他们家蓝要刷了，把蓝刷了。先把上路线带了啊，然后把蓝刷了。那边铁男如果来，我们就直接拆上路。不对，说错了。如果铁男不来，我们就直接拆上路；如果铁男来，我们就跑，对面就打不了龙。拜拜。跳弹来个二连跳弹，这不接有病啊，接铁男大招，那不送的吗？那不白送吗？我知道你想看我死 ，ADC 下个红给你，好吧？这个红你好像拿不了了，马上打团了。三连跳弹，回家吧，把装备出了。攻速肯定是够了，来个魔抗吧，来个水银海这把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21分钟我刷了3件装备。
中路这一波谁敢推谁死。我说了，谁敢听谁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野我？呀，投降了。